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美国中文电视中文厨房，品味经典，感受中华美食，舌尖之旅，让您的味蕾尽情绽放。欢迎纽约青岛饭店的江大姐，江大姐你好，小红你好，哎，你今天让我们看看，给我们大家带来有哪些垂涎欲滴的美味小吃呢？我今天给大家带了一部分我们店里的特色酥饼。特色酥饼是都哪些口味的呢？有黑芝麻的啊，黑芝麻酥饼，还有枣泥的，还有红豆的，还有蟹壳黄。哎，大姐，你今天能不能教我们做一道呢？可以，我今天教大家做一种是萝卜丝酥饼。萝卜丝酥饼，哎，现在这种口味呢，也是我大多自己改良的了，哈，因为现在这种真正的酥饼呢，它是素的，哦，哎。所以现在呢，咱是改成它肉的，而且还不是很咸，还是不是很口，是甜口，甜口的啊，想想都很好。是，那我们做起来。好。哎，大姐啊，这一到立冬啊，这各类根茎类的蔬菜呢都已经纷纷上市了。是的，其实啊，最性价比最高的大家就认为是萝卜，对不对？是是 是。那萝卜呢有俗称是冬吃萝卜夏吃姜，有这样一个说法。是 是。那么在中医呢，中医对萝卜呢它的评价也很高，药用价值很高。你们要它可以化痰，可以顺气儿，还可以什么消炎等等等等。所以说呢，被大家称之为小人参。好，今天我就用小人参给大家做一道萝卜丝酥饼。现在就开始处理萝卜啊。嗯，这个吧，原则上是来的是上海哈，他们说是上海风，哎，上海的。但是我这一次我也改良了，上一次这一次四月份我到上海去啊，嗯，我去买他们这个酥饼。他们是用海米做，海米做，因为美国人很少吃这些腥乎乎的东西，这个都是趁热吃还可以，是吧？对对对。哎，现在在这里，我都基本上有很多东西都改到，就是中国人也可以吃，是美国人也可以吃。哎，美国人他你吃太咸的东西也不行，太腥的东西也不行。对。还要带点甜度哈。对。我这样，我把它这样，应该用叉子把它擦，我现在来没有那个麻烦。在家就用叉子就擦擦擦擦擦就行了哈。好，我给你这样。这样切好了它，用盐杀一下哈。哦。哎，他们古老的还用锅里炒炒，咱这不用。这不用炒。哎、哦，对对对，好。这个萝卜丝好，再把香肠切。萝卜丝切好了，现在这是。这个、香肠哈。香肠。香肠。现在他们有的传统放那个海米、虾米。但是他们这个东西热了才行，凉了不好吃。对，发腥。哦，然后你咱们改良就是用香肠，我就给他改，用这个肠，改的现在这个比较受欢迎嘛。说甜咸的也可以。这个东西要放点盐杀一下。要放盐杀。这个腊肠也把它切好了。腊肠也切好了。这个葱啊。要把它切成末了，这个葱末，葱末给它切好了哈。这是备料就做好了。先备料，先备的杀一下。就这么简单吗？那备料还有很多啊。哦。还有很多，这是萝卜，先处理到这个样。先处理到。这个吧，放上盐杀了，杀个五分钟就可以了。五分钟。哎，把它揉一下。收水就可以。哎，你把它这样，你看撒下来，这就好了哈。你看你的水多少？哎，把它弄好它哈。通常大家都会杀一下，它为什么要杀？还你杀它，把它去水分嘛。去水分。哎，你要等一下，剥了皮了以后一烤，它把水太多了。把它杀一下，它滋一下，也进味道。哦，还进味道。哎，对，进味道哈。你看，把这个弄上以后，再放上你的腊肠。把腊肠放上。再放点葱多点好吃。葱多点味道足。这个口味的，它的口虽然它是萝卜，还有葱的，但是它的口是甜的，口是甜口的，哎，对，甜口的，所以有糖多一点哈，糖多一点，多一点哈，这个是糖，糖要多一点，哎，盐不重，糖是提鲜的哈，哎，也杀它那个萝卜的味道，也杀萝卜的味道，再放点胡椒粉哈，哎，这个料。都是一样的吗？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它这个口味吧，它属于这个萝卜丝酥饼吧，它属于一种甜品，甜品了，所以就糖粉比较多一点，糖带点甜头，带甜头啊，对哈。这个不能放盐了，因为你刚才杀萝卜了哈。
不，再放点鸡精，放点鸡精，再放点鸡精可以了。好，然后再加点油，它是植物油，然后加点香油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萝卜吧，它个穷干子切，啊，你吃点油，它比较油性比较，它比一烤比较香一些。好，你可把你家那绝活都亮出来了啊！是，这是我们青岛现在目前来说青岛饭店的特色啊。青岛饭店，我们现在我们现在都改良已经成招牌了，招牌了，对。现在来买很多外州的，周末外州的订的 party 各方面都来订这个啊。你怎么能形成像咱们的青岛饭店独特的这个萝卜丝酥饼？对呀，我这一次吧，本来原来是说这个萝卜丝酥饼，很多人都说是上海的，但是我这一次四月份我也亲自到上海去过来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吃的不如咱这里好吃，它没有肉的，它是虾小虾米的，而且吧，它当时我买的温度也不是很热，吃起来口感不好，口感不好，腥乎乎的，我估计会有点腥，对，所以我现在改良改成这个像你像腊肠这一种。它就凉了，萝卜丝和腊肠吃的也是黏黏糊糊的嘛。我觉得口感不错。我在你家就爱买它。我挺自信的，目前来说这个口味在咱们弗拉逊是没有说的。第一家，很好，非常供不应求。凉了呢，我们在家的话，可以再烤箱再烤一下。那太棒了。现在你像纽泽西了，什么是费城了，他们拿来波士顿都来。都买很多，他们我说你买这么多回去怎么吃啊？他说我就放在速冻里面，等着我晚上下班了做夜班吃的时候，我就用微波炉转一下，还他自己说转2秒钟、3秒钟，说吃起来口感非常好。那太好了，又学一招呢。是这样的，微波炉就可以，烤箱最好，烤箱最好，烤箱最好，对。大姐，下一步要做什么？这不炖油盐酱醋都放了吧？记住萝卜丝放的时候，你看它不凝固啊。不凝固。再加一点点猪油。和一点猪油。一点猪油。把它混拧在一块儿。大姐，你看这馅儿和好，最终和好了就这么。就这样。很感觉很健康，很干净的样子。很清凉的哈。其实没有多少肉没有，大部分全是萝卜跟葱，它是萝卜丝酥饼啊，以萝卜带头啊，以萝卜这个葱和腊肠都是配衬的啊。现在是不是教我们和面呀？我和面啊，这个酥皮的面呢，它是由那个皮和芯子啊，油酥和皮，我现在就给大家展示一下哈，咱们先做这个芯子吧哈，做芯啊，芯子这个就是油酥芯儿。芯儿这个面吧是低筋的，没有筋的。没有筋的。没有筋。这个挺重要。对，这个没有筋。无筋面粉来做。对。这个筋吧，你看加上点猪油，它自己也是用猪油和。它和猪油和行了哈。这张和猪油这个哈，这已经和好了。和好了哈。好。再来做皮，皮呢就加水，加点水哈。加点水。加点水，再加点糖。还加点糖。加点糖。在这儿来做。这皮，这外皮是加点水，加点糖，这个也得加上点猪油。明白，难怪，难怪那么酥。得加点糖，加点糖，它有糖。你这外皮也是用低筋面吗？那不行，这是高筋。外皮是高筋，它带筋的。内里边的酥是用无筋的。对，没有筋的哈。大家要记清楚啊。对。把这个面吧，要揉一下，知道吧？揉得光滑一点哈。用不用醒呢？醒不要醒，它因为它卷酥的，它不要松。这个皮儿现在好了吧？你要把它放，把这一块放在起来。把它这样卷了以后再继续擀。再叠。大姐利索的呢。它这个你记住啊，它不能随便卷，它要卷几层，叠三层就行了。叠三层。你那个酥皮能那个什么，能叠起，能看出酥性。你擀多了吧，它都那个酥都一层一层扒不开了。明白。好。那么在现在呢，得就有个东西把它嘎一下，做皮子用。好，这样你看得这样。这样。就是这大小均匀。对。挺好。这面粉。它油面，它不粘的，它有弹性。对，你随便弄哈。它这个酥，我要叫你看一下，一层一层的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就是你吃起来的
为什么要掉渣啊？它就一层包一层的吃、哦。难怪呢，我看到了。现在被开始包吧，馅儿也好了，皮儿也好了。哎，这个馅儿呢，萝卜馅儿不能太多，馅不要，因为它吃萝卜丝酥饼嘛，它是吃的它的酥皮。OK， 你看，出它的皮，不是出它的馅儿。所以现在给它刷点蛋液哈、刷蛋液、是要蛋清还是要蛋黄？蛋黄。蛋黄里加佐料吗？不用加，先这样。先一个点，先点一下，先点一下，不要弄的坨都是黄色的。就这个颜色就已经很金黄，烤出来就是金黄色，烤出来会更漂亮。我们最后呢要进入了一个烤制的环节。好，我们现在进入了烤制环节，让我们来青岛饭店大姐家的厨房，看看大姐家的萝卜丝酥饼是如何烤制的，跟我来。大姐、你看就这么大的这个烤箱有四个呀，每天要出多少烤制品呢？对呀、这个酥饼也有，烧饼也有，面包也有，不同里面很多品种。那一般什么是一天都基本上都能卖完吧？都卖完，我们每天早晨4:30就来了，就开始做。好辛苦。我们的产品基本上都是现做现烤现卖，都是当天的。难怪你们家的这个酥饼什么都好吃，那是纯手工的，跟机器的真的不一样。是，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进入烤箱吧。我们这个地方是专业烤箱啊，它的温度和家用的不一样，大约调到200度左右。但是家里不就不行了，家里就到375左右。375左右。家里的火比较弱一点。哎呦，这现烤出来这闻起来真的太香了，大姐。我又想吃了。那可以啊，你现在就可以现场品尝哈。这款萝卜丝酥饼的做法你学会了吗？如果您想重复收看，请上网 sandvision.net 点击查看中文厨房纽约青岛饭店篇即可在线收看。你也可以到青岛饭店去，我们天天有新鲜出炉的各式酥饼。大姐家饭店也接受预订，你在家如果开个 party 呀、或者干个啥的，大姐家有上百种各种素食小菜，荤的都有，相信总有几款适合你的口味。我们青岛饭店地址是40-46 Main Street， 联系电话9292582233。观众朋友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再见。